选股神射手，筹码不离手。大家好，我是神准赢家杨少凯。今天是11月16号，星期三，台指结算，收盘跌281点。如果说跟昨天的美国股市比较起来啊，我们的台股啊，今天算是相对抗跌的哈。跟台股息息相关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。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昨天它的跌的幅度并不少，那跌了4%多。跌了4%多，那跌了5%，跌了5%。那相对台股比较起来，今天台股才跌多少？台股今天才跌 1.2%，那相对的抗强啊，尾盘会压下来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，今天是这个台指期货的结算，尾盘外资刻意的压低结算。那行情怎么看呢？很简单，给各位一个字啊，我认为这个行情啊，就是这个在公告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甩轿，今天是收十字线，十字线一般来讲会有两种走势的，开低走低继续跌，开高之后就上去了，所以明天看开高开低就知道了。那今天呢，今天只有一个看盘重点，今天的看盘重点其实我说过了，你只要加我的 LINE，我每天会提供给你一个盘中的一个看盘的重点，下方的支撑先看22790点到22805点，这附近有没有守？好，那早上最低来到22866，没有跌破28000点，所以基本上这个行情啊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看到怎么样？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这个。一度开低跌400多点，好，盘中拉来最高拉到什么样？剩下跌33点。那尾盘这个是外资那个期货结算，好，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不用特别的去说明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整个行情来说，好，如果说今天不是外资结算的话，今天可能开低走高。那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哦，台股如果说今天能开低走高的话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打下来是有人在买的，这是教你们去看行情，怎么去看这个行情。好，所以这个机会很多了，行情其实不用担心太多。那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要去冲什么？冲今年高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甩轿。好，那当然明天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台积电法说。那台积电法说的话怎么去看呢？我说过了，台积电的法说，我认为啊，台积电很快就会攻过这个之前的高点。好，那当然这不是今天告诉各位的了哈。今天如果来看台积电，其实台积电今天跌幅的幅度也不大。昨天美国的 ADR 是跌 2.6%， 今天盘中一度拉到平盘附近，收盘跌2.3%，跟美国的 ADR 是同步的。那美国的 ADR， 其实啊，美国的 ADR 已经创这个高点了。美国的 ADR 是创高点。那台股呢？台股昨天的台积电最高来到1075，离前波的高点是1080，差5块钱而已。那为什么美国 ADR 创高，我们没有创高？这个跟汇率有关系。当然，整个股价的趋势目前看起来这个是没有改变的。那台积电会涨的话，大盘怎么会跌？但大盘是不会跌的。这个就好像什么？为什么我告诉各位台积电可以买的原因？每一次的低点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都是我们过去超过的，我都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因为这个都是我过去跟你讲的。不管是七月份的、八月份的低点，900块以下的买点，这个都是我们过去跟各位讲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台积电没钱赚吗？其实台积电还是有很多钱赚的，不是没有，而且是怎么样？而且是稳定的获利，那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啦，外资有的看1300、1400、1500、1600，通通都有，不重要，重要就是还没涨完。那还没涨完，相关的个股里面就有机会，但不是全面性的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股票它在轮动，轮动的节奏你要把握好，我打个比方。我常讲的，第一个，你能不能赚钱跟你的操作习惯有关系。那操作习惯怎么去选股票？其实台湾股市是全世界最简单的市场。我搞不懂说为什么台湾大部分的散户赚不到钱。基本上差别在哪里？第一个方法，第二个趋势，
趋势你要看懂。股票啊，股票它，我们在选择股票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选上涨趋势。啊，上涨趋势当然分为两个，好，我们来看图形，一种是产业的一个往上的趋势，好，一种是什么？股价的一个上涨的趋势。选择上涨趋势，拉回来测试支撑买。好，这个这种方法，你只要会用，选对趋势，基本上大概率都能赚钱啦。好，这也不是我不断跟大家强调，我比较喜欢跟大家聊什么？聊方法，因为方法才是关系着你能不能去赚到钱的主要的原因。好，那当然选对股也是很重要。好，选对股就是选对趋势嘛。好，我刚也讲过了。趋势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做产业的趋势，台积电衍生出来的产业趋势，包含 CoWoS 相关概念，包含矽光子，这些都是怎么样台积电衍生出来的一个产业趋势。那再来就是股价的趋势，同样的产业，那股价的趋势你要看得懂，看得懂股价的趋势才能赚到钱。那我们常跟大家讲说，常跟他讲，利用怎么样？右侧交易是怎么样？利用涨势拉回测试支撑买，举过了很多例子，半导体相关的宜特，这个都是我们去筛，我去帮你们筛选出来的，先进封装、先进制程，这个都是，这个是拉回来测试支撑，那这个跟这个道理一样嘛，跟这个道理一样嘛，只是股价怎么样？股价它不会说不会拉回，上涨会拉回，上涨会拉回，拉回之后再创新高，你只要选对趋势，上涨拉回来。它就会创新高，那利用怎么样？利用拉回来测试支撑的时候去做一个买进，啊，停损设在支撑下方嘛，好，比如说，宜特，好，宜特这个就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上涨拉回，上涨拉回来测试支撑，好，那支撑拉回来测试支撑没有跌破就可以买进嘛，啊，这个我们昨天跟各位讲过了嘛，啊，150块买进，啊，然后呢，买进之后呢，好，我说过了，好，会涨到哪里去？基本上我是心里有数，我如果带你买会涨到哪里，基本上我会算给你看，这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昨天我说过了嘛，昨天来到198201不代表涨完了，但是最小涨幅来了，最小涨幅来的你可以先卖一半嘛，那先卖一半，短线这种整理你就不会害怕。你说这个短线整理趋势结构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没有改变，创新高会拉回整理，创新高会拉回整理，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理论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你不是去买创新高，而是等它创新高之后的拉回整理。我打个比方，为什么这里可以买？这里来回测，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移动平均线，这是最简单的，它来测试均线有没有跌破？没有，那没有跌破，你在这里就可以买啦。那一样的道理啊，它突破了之后拉回来，这刚好来到回撤什么？来回撤移动平均线，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操作技巧嘛。哦，那你选择股价对的趋势，它是往上的趋势，往上的趋势拉回来买，你大概率都能赚钱。这么简单，哪有什么赚不到钱的问题啊？再来就是方法的运用嘛。哦，那当然，一档股票这一段。可以算出来最少会涨这一段，好，我给你一点暗示，我这个怎么算出来？你这一段的涨势打下来，这一段这里到这里最少就会涨到多少？最少就会涨到198块到201块附近。所以为什么昨天它涨到197.5？这个都是还没来之前就算得出来，因为这一段的涨势可以算得出来未来的涨势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，你就不会被洗掉，哦，不然同样的股票，为什么有的人赚得到，有的人赚不到？啊，这个就是啊，今天啊，利用一点机会啊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，哦，那就像我讲的，啊，就是说你要有方法去保护自己的资产，股票不会永远上涨，啊，股票不会永远上涨，它有跌的一天，也有涨完的一天，任何股票都一样。包含你现在看到很强的，它将来也有涨完的一天。那你要懂得如何怎么样，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资产。那保护自己的资产就很简单嘛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来看屏幕，我昨天说过了，好，我们卖一半，好，另外一半它还有机会涨到这个合理的目标，好，还有机会涨到合理的目标，好，那再来设个停利就好了，
设个停利价，那你说你会亏吗？你也不会亏啊。哦，这个就是我说的短线保护长线。哦，那再来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啊，晶圆店啊，晶圆店也是啊，这个 CoWoS 相关的啊，它也是 CoWoS 相关的啊。那晶圆店什么时候发动呢？哦，晶圆店我在那个我在10月9号的时候跟各位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我们不是发动再买进，我们只是提前就买进了。好，提前买进啊，那个不重要。好，重要的是股票发动了，它你要知道。好，比如说晶圆店这一天这一根就是一个启动行情的一个启动点。好，那这一根是行情的启动点，那大家回来都可以买，任何短线的拉回都可以买。那你看嘛，今天大盘是下跌，那你看这档股票开低之后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拉回来你敢不敢买？拉回来你为什么不敢买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昨天晚上美股大跌啊，你昨天晚上看到美股大跌，对不对？你认为今天又外资结算，应该也可能会大跌。所以啊，常常啊，机会都是在一些外在的变数，有一些外在的变数去影响你，去影响你的判断。好，那这些外在的因素去影响你的判断，你就赚不到钱了。我们打个比方嘛，我们再从大盘来讲嘛，对不对？大盘跌1500点，当天你害不害怕？很害怕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股指数跌完了嘛。我说这个是有人接啊，这是最大跌幅，这个事后来看都是买点啊。那再来错过这个买点，再来就是什么？就是999点这一天嘛，这一天跌了大盘盘中跌了1000多点，收盘跌999点嘛。为什么我记得？因为999很好记嘛。结果呢？结果这个行情是往上。那同样的道理嘛，同样的道理。昨天晚上美股大跌，那你也应该认为怎么样？认为说，哎，今天台指又是期货空单那么多，又要结算，那可能会大跌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行情今天很多股票开低走高。那为什么很多股票开低走高？原因很简单啊，我在这一天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啊，我在上个礼拜告诉你了，它这个已经是一个新一波的涨势启动嘛。那新一波的涨势启动，它就怎么样？它既然会往上涨，它就同样的道理嘛。如果可以算出来宜特的目标，那晶圆店的目标同样也算得出来啊。哦，那从整个我们进场到现在，其实也获利了21%。哦，所以我常跟他讲啊，你要赚30%很难吗？不难啊。那为什么赚不到？为什么赚不到？有太多外在的因素影响你。包含可能会有一些分析师去告诉你，哎，台积电上次法说跌了3000多点，那这次的法说也会跌。上次为什么会跌？你要搞懂原因。好，这个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了，但是基本上我告诉你的就是说，我给你的都是方向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我给你的股票它都能创新高？为什么？从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的，第一个。对的产业趋势，对的股价趋势，再来就是什么？好的方法，好的进场时机。所以为什么我给你们的股票，我跟你分享的股票，它都能不断的创新高，是有原因的。哦，那像这样子的股票的机会还有没有？还有太多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全部买，但是你手上的股票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都是要对的投资组合，不管你手上有几档啊，有个人可能买3档5档，对不对？那有个人可能买个10几档，其实不用买那么多。我们只要把资金集中，你要3档5档也好，你只要这3档5档都是在对的趋势上，那基本上你要赚30%、50%是不难的。所以说，你现在要思考的是你手中的股票符不符合这样子对的趋势，好，对的产业趋势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，那我说过了，那10月份的行情啊，
啊，你不用怀疑，第四季你也不用怀疑。这个大盘我跟你讲过，一定会突破怎么样？一定会突破今年的高点，就好像台积电在八月份、九月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会突破今年的高点一样，事后都会得到验证。所以你不用怀疑我跟你讲的话啊。但是基本上你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？怎么样去把你手中的持股调整到对的趋势之上啊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，好，需要的话，我说过，我股票我是帮你准备好了，你不用去管我帮你选什么股票，好，你只要跟上我的脚步，短线怎么做，波段怎么做，好，那基本上啊，你都不用去担心，好，未来的行情，选对趋势，你不用怕震荡嘛。我们讲的最简单的，你选对趋势的股票，大盘跌它还是涨啊，这个叫对的趋势，好，那同样的机会还有，那。利用这个时间给你一个砍半的一个优惠，好好的去把握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昨天辉达是大跌，辉达跌了 4.69%。辉达跌了 4.69%。辉达的看法，我想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。我告诉各位的时候是在9月4号，当时跌的更多。当时是跌的更多。而且当时有美国的司法部反垄断调查，对不对？那有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，我昨天给你们看过影片了。我说啊，如果说能弹这么高，它就不会破底，好，所以当时打下来，我说这个是第二浪的拉回，这当然这是简单的波浪理论，好，这是不需要你懂你就懂了，好，不懂我跟你讲太多没有用，哦，那辉达昨天这个礼拜离前高其实也不远了，昨天为什么会跌？跟美国艾斯摩尔跌了10%，艾斯摩尔它的股价趋势跟辉达的股价趋势是不一样的，好，如果有机会明天的话，我们在今天我没有准备。我们明天再分析给你们看，好，那我们怎么去看呢？辉达的股价昨天跌了4%多，好，台厂相关的供应链理论上今天应该是大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辉达跌了4%多嘛，就好像台积电昨天 ADR 跌了2%多，台积电本来也没有跌多少，是因为尾盘外资压低结算，期货压低结算才压下来，那最多也压到2%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说辉达的股票它会跌的话，那我们去看嘛，辉达相关的供应链，比如说，是不是相关的广达开低走高，收盘跌0.16%，那伟创呢？伟创开低走高，收盘是上涨，鸿海开低走高，尾盘稍微压下来，这个跟外资期货结算有关系，但是基本上跌不到1%，好，那这告诉各位什么事情？好，这告诉各位。不管是辉达也好，台厂的伺服器也好，都会继续涨。尤其鸿海，鸿海今年题材很多，鸿海今年题材很多。那接下来 GB200 它也要开始出货，在11月份会出货。那11月份会出货，它就会反映在什么？反映在未来的股价上。业绩就会反映在未来。那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操作的，包含我过去跟你讲的。8月5号我告诉你的。你现在看这个价位来会来吗？你认为会来吗？来不了了。8月5号的价位，很多事情，你包含大盘，这8月5号，你看这价位来还会来吗？不会来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股价越走越高，对不对？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还告诉各位，我说这那时候我还跟你讲，这9月2号就打下来，我说这是第二只脚，那这不是第二只脚吗？这不是第二只脚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去看啊，辉达昨天股价，鸿海今天连200块都碰不到，这告诉你什么事情？其实很多事情盘面上他就给你答案了。他今天连200块都碰不到，辉达股价昨天大跌，今天外资期货结算，外资期货要结算，鸿海连200块都不到，这告诉各位怎么样？这告诉鸿海股价还会大涨啊？这个我就跟你讲的，很多事情你只要时机点对了，你什么叫时机？这个大盘还没突破新高之前都是时机，你不要等到突破了前面的高点之后
后面才要来去追。你只要买对时机，我跟各位讲了，你去看啊，时机对对了，就要敢报。你看对或不对，那你是不是报的越久赚的越多？同样的股票，同样的股票，如果你在低点买了，你在这里，我跟你讲买了，你这种震荡你会害怕吗？你不会害怕啊？你说现在有没有好的时机？还是有啊？现在是不是对的时机？还是对的时机啊？会涨时机都对，你敢不敢买而已。好，那当然我说过了，接下来鸿海我认为很快就会喷发出去，很快，他如果鸿海的目标价早就算好了啦，在这里啦，在这里啦，在这里我就可以看到它会涨到哪里啦，跟前面三月份的道理一样啊，三月份还在一百出头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算到两百多了啦，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进场的时候，我就昨天我讲的嘛，当我们进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何时该退出。当我们进场，我告诉你可以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会涨到哪里去。这是跟我做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地方。哦，这些都是属于稳定的股票，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。你想赚你就跟着我，你要赚小型股，我们不是没有啊。洪家军，对不对？正达，这个都是拉回买啊，你敢买吗？这个就是我讲的啊，右侧交易啊。这也是拉回的右侧交易啊，昨天卖一半，今天这种震荡你就不用理它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今天收盘也是在我们卖的部分啊，剩下的就是设停利嘛，怎么赚最少也有啊，这个都是你看到的，你看到的都是过去的布局嘛，现在布局也是为了未来嘛，资金轮动很快，但是你还是要选到对的趋势，短的波段你都能赚。好，再来。再来我们聊这个底部形态的股票，底部形态的股票双红我今天不聊了，我们讲什么？应泰，应泰今天又创新高了，这个都是我们过去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啊。应泰这个是我们过去跟大家分享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同样的机会还有没有？还有啊，打个比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应泰是我过去跟你们分享的股票，好，那同样类似的机会还没有？还有啊，好，华硕也是创新高啊，来，这个是应泰，好，在这里，应泰当初是底部形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都过去我跟你讲的，这个都不需要去追，这个也是在30块。啊，今天又涨停板了。我们来看啊，我怎么去保护你的资产啊？这是昨天的扣讯，我带你在这里买，在这里，在这里买到今天啊，在这里啊，你随便算啊，随便算也超过，也快50%了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昨天的扣讯，昨天扣讯停利防守价上移到37块，我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昨天。昨天股价开高走低，最低打到38，它如果跌破37，很简单，走，没有跌破续报，哦，那没有跌破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趋势结构还在，啊，趋势结构还在，它就能创新高。今天涨停板意不意外？就不意外，为什么？因为股票没做完，哦，我不知道我讲的你能不能听得懂。但是我每次该怎么去保护你的资产，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看到我买的股票一定有扣讯，该怎么去保护你的资产清清楚楚的。那如果说应泰的底部形态会涨的话，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像这样子的底部形态它会不会涨？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说没有股票，你要担心的是你的股票有没有在对的趋势上面。那怎么去选趋势？如果你不懂，很简单，让我来帮你。我跟帮各位准备的十月标股十足火力专案，我们即将结束了，好好把握。这是我给你的一个砍半价的一个优惠，只要愿意相信我，好事就会发生。时间关系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